他头发就叫伊就除开。对啊，怎样除开？看咱啊，咱甲当作异虫，就无需要管伊。啊，你啊要感觉。看你感觉艰苦，就较处理。哎呀，咱就爱处理。啊，伊这拢会受气味啦。我正常就拢有啊。每个地方都会有，会这。很多东西哈，你啊看，草丛里面，草丛里面规个拢密的条的。你看咱这行，这行哈，虫有够多啊！咱唔知这是安怎来的哦。你若伫这咧运动，恁来说你哦。你无注意看吼，拄啊，搁有人烫只脚，为只行过吼，看一下才哀哀叫的。因为伊无注意看，伊唔知虫这多啊，咱唔知这是啥物虫吼。真正吼，唔知是地动要来，还是天气变化？啊是安怎吼？咱看会到，你看，规个草丛里面拢是哦，拢是哦。这唔知是地动要来的前兆。啊是落雨落伤多，你啊看这这间马路，咱是也无了解。马路会记是搁啊大只吼，啊咱看到这個，你啊看，到处整个公园里面，这一边这一边拢是吼，啊咱看会到的，哦，遮侪人伫遮咧运动吼，你啊看这草丛里面，草丛里面万头钻洞吼，足多的，你看。弄来弄去，弄来弄去，安尼吼。啊有诶，因为伊迄是土色诶，乌乌，咱看袂着吼。但是咱看会着，你啊看，规片拢是拢是吼。咱是毋是爱请农业处，还是相关诶单位，爱甲咱了解一下吼？看这是有毒无？啊，对人诶身体是有影响无？你看伊卖爬树吼，爬得很高的树，规片拢是吼。看到足恐怖的啦，足恐怖的啦！规条马路上都是啦，会不会是这是小马路？